七泡，你敢知影什么叫七泡？中国标准七泡是啥？七泡，什么叫七泡？不知道，无袂知啦。七泡是什么？我唔知道，兄弟讲我无标准。阿姨，有袂迄个流浪，流浪。所以流浪，猜猜看是什么意思？那个会流黄色的那个小笼包，奶黄包叫流浪。我不知道答案。你不知道答案啊？你不是要教我吗？电梯，电，好，电梯，电梯。好好，第二张。哦，这个我会，这個、你一定会吧？哦，九点工 ，X 光啊、哦，啊、哦、，X 光九点工，对对对。OK， 答对了。好，这个是灰溜，灰溜，一般。哦，我会一个。这个我也会。阿姨，我要买七泡，你敢知影什么叫七泡？中国标准七泡是啥？七泡，什么叫七泡？不知道，无袂知啦。七泡是什么？我唔知道，兄弟讲我无标准。你忘记嘞？秋葵啊，是。它叫做草莓啦。七泡草莓啊。草莓啊，真的，七泡个草莓啊，今麦无啊啦，今麦无啊，哎呐哎呐，啊，那些都有卖，哎，今麦没有了，没有，季节的啦，啊，香瓜啊，皮，香瓜啊，皮是什么？香瓜秋啊，哎，龙须菜啦，啊，多谢阿姨，龙瓜啊秋啊，阿姨你敢有卖龙瓜啊秋，牛瓜啊，哦，香瓜啊秋。他们有卖香瓜啊手无？哦，香瓜啊手。没有。大哥，你知道有卖气泡吗？啊？气泡。没有。哦，这里看起来没有。阿伯。对。阿伯，你敢有伫咧卖香瓜啊手？香瓜啊手，你咧内面全部拢无。哦，多谢。在前面。好，好香。头家。有什么？有卖香瓜啊手吗？香瓜啊手。好像没有。五颗蛋挞不？嗯。没有哦，等一下，这里应该有。大哥，你要什么？刚五杯气泡。没有，还没有开始。台湾的草莓真的比较少。我们今天会不会输啊？哦，多谢多谢。阿姨，五杯迄个高蛋挞不？好。阿姨，我们来一包高蛋挞。加迄个香瓜啊秋。香瓜秋不？香瓜秋的中文是啥物啊？龙须菜。龙须菜，真的是龙须菜啦。多谢多谢。阿姨，请问。下午卖秋瓜啊秋，没有，龙须菜没有，没有，好多谢。还有鱼啊，哦对对对，鱼。五桂，阿姨，我要买五桂鱼，几只？阿姨，谢谢你，感觉很大，原来五桂鱼这么大哦。细条的就，细条的等于晒啊。要偌济钱，阿姨？这里有83。83，太难了吧？这怎么可能会找得到？五桂啊秋，啊，花雕啊。哦，我靠！刚刚你割掉，太傻了！我想怀疑啊，对啊，我想。我想要买气泡。气泡。哎，这个是啥？这是虾吃的。哦，虾吃的哦。你要吃不？这有去烤掉啊？啊，无要紧，烤掉无要紧。哎，你甲吃看麦，看好吃无？啊，你也有去吗？哎，你也有去啊？吃看到。这100比较细粒。200/300较大粒，八百哈，八百。而且我刚刚都没有看到阿芳的踪影，我觉得他会一个不小心就是跑去吃东西了。我想要买这个，我买一个瓦仔金，50，一个50。阿姨谢谢，你那一个玉米，一个是多少？妈妈，不要，几条，特几条，你要吃吗？问冷条好了啦，我是很喜欢吃玉米，对，我喜欢吃玉米。你知道其他国家的那个？我知道，我有学过一点法文。真的吗？对。那你知道草莓怎么讲吗？草莓我不知道。草莓念 fraise 啊 fraise。那哈雷米念成法文怎么讲？哈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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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可爱，感觉哈密瓜。因为法文的字母就是音标哦。